们好，我是蔡佩璇。那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呢常常都是非常有精力呢？做运动是最好最好的。到现在就是一个星期会有大概3-5天都有去跑步，每一次跑30分钟，虽然说没有很长，可是很快的，就是在2个星期里面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啊所有的酸痛都没有了，根本不需要去找按摩师，也不需要去看铁打，然后身体就变得非常好，就没有很多的问题啊，也不会觉得很累。那除了做运动之外呢，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喝生茶，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啊，最好是喝热水多一点，对身体会比较好。那生茶呢，它不只是降火气，而且那可以把你的精神比较集中，然后身体也比较好。